二十五是不是有减少啊？フルパワーでいくよ。ランスモード起動。ディガンマ。之前三十哦，各种ナーフ。好用的都ナーフ。伤心。六一五，所以不论正还是负的都可以。哦，所以这真的没有要干嘛，或是我们已经激活了。それじゃあ感知したよ。还有歌厅多棒，不错呢，在原野的时候。哦，那个柱子将魔法一炸，哦，所以刚意外的 OK。边打手边听歌，轰炸！うるさいオーディエンスね。それ。畳みかけるわよ。これはどう？やっ、そこ。これだけを引き出そうと。哦，这样，所以一开始就操控朱棣是很棒的，因为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偷个钻 MVP， 朱棣斯该拿了。你要金石还是？来玩玩，ガンガン行くぞ。オプティカルカノン。チャンスよ。華麗なるショーで始まるよ。覚悟はいいね。酔いしれなさい。グリムナイトワルツ。Nice 啊，超级联络啊。满满经验，爽。良さそうな宝箱です。敵の集団。风之宝玉。解锁。よし、クリアだ。看他们捏衣服，有点丑啊。接着在这里，那一条没有走完，没差，不管，反正至少没宝箱。而且哦，他这个有超过三个，
所以他过关的那种条件其实都很充裕，你也不用到每个地方都走，战斗也是有想打再打。这好像蛮多怪的，好像可以挑战一下哦。都有来，那就没问题啊。变身是不是也变贵了？50哎，好贵哦。对，卡特用那个，他现在就没办法补回来了耶。所以越用越亏。哦。可怜了卡特。暮光之吻二，贺见煞。蛮好奇衣服会给什么的，饰品能够我们能够想象的就蛮多的。战斗来了。敵集団発見、注意しないと。就打你们。哎，又 miss 了，等一下要出事了。原本想说可以扣着，卡特这招还是太好用了。范围，哎，这补大回复数好扯。那就夸张了，还 miss。 哎，范哥你已经加很多了，惊叹号的哦，我们可以期待一下37 1.5 倍。
又密死哦。何が。こちらの番だ。那就等于是血重打，夸张。风跟空，啥都没有。我也有。そこまでだ。うん、いいデータが取れたかな。よかったわよ、カタル君。累死。敵集団発見、注意しないと。反正那只大家一起嗨啊，用破姿剩几只了，不偷了。看看这刀。Kiss。很雷耶。背面特效，背不了。这就以前偷的啊，我把它改了。这招我还是有看到的啊，以前常用啊。嗯，嗯，我们这样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。刻苦，哎，加六，哎，加六 SPD 会不会更高？试试看，有可能给更好的血鞋吗？没有，加八加六，烂透了。哎，这双鞋真的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孙，送你。No thanks。回合奖励不如买的，其实用那招眼睛会变色哦。细节。这种大量怪就还蛮值得一打。对啊，蛮期待以前那种轨迹，就是它会有一些好的装备是只能透过宝箱来取得，现在就好像都比较没有这样，就是你买的就会是最棒棒。相手が悪かったな。さすがはバンさんですね。
那样就少了一点探索的乐趣。惊叹号，哦，是往下一层。那这里是走到哪？走走看。好遥远呢，传送点，拿宝箱，好，那可以给过。加速起来，吵闹的观众。哦，宝箱だな。复活药。这该不会这一代的那个、其他的地方啪啪走就比较没了，都是玩这个。怪蛋就选这个啊。まだ続きがありそうだな。中型。敵集団発見。注意しないと。先看看我们装备，26防御，所以刚刚蛮多的那个防御都更高，都可以选。先开了再说。哇 ，MVP 绝对让你优先。希望你之后可以多投一点。